你好，欢迎收看红树林新闻，我是廖品涵，带您关心今天淡水及北海岸的重要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和交通局联袂举办102年度五一劳动节模范劳工暨优良驾驶表扬大会，市长朱立伦亲自颁奖给10位绩优模范劳工、250位模范劳工、10位身心障碍模范劳工及99位的优良驾驶，总计402位模范劳工或工会代表。劳工是最伟大的，市长朱立伦致辞时首先感谢每一位获奖代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认真努力，才能成为社会的典范。劳工就是最伟大的，而大家是模范的劳工，更是我们的典范，非常值得我们大家的支持。西北市作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当然也是劳工最多的地方，那我们对劳工朋友最为支持。在劳工节的前夕，我们今天来颁奖的时候，也跟大家报告，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市长朱立伦也细数新北市升格后降低失业率、全国招商第一等多项施政成果。他强调要将新北市传统产业和服务业打造为优势产业，和世界接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非常那个感谢那个我们今天所得奖的模范劳工及优良工会、优良的驾驶，因为他们平常的付出、平常的努力，所以今天才能得到这个奖。哦，非常感谢他们对社会、对我们劳工的付出。就是希望我们新北市在大家的支持努力之下，我们成为最好的第一名的招商大市，正好成为失业率最低的就业大市，而且提高我们的劳工权益，保障我们劳工安全，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努力，好不好？接着朱立伦也向大家报告8所高职学校学用合一的最新进度以及各项劳动政策，如职训中心的65家企业用的训用合一方案，争取劳动检查权自主以及初次寻职青年就业服务计划等等。接着将15分报道。今天下午在3支区公所举办了地震引发火灾的复合式防灾演练，而除了在公所内进行实务演练之外，更针对区内的养护机关场所来加强灾害发生时所有人员的逃生应变能力。对此，区长表示，不只是公所人员要清楚了解灾害发生时如何应变，区内的养护场所更需要有防灾的意识。烟雾弥漫中，一个个长者被送出。这是今天在3支区长勤老人安养中心的复合式防灾演练。区公所这次除了与公所内进行实务演练之外，更针对区内的养护机关场所来加强灾害发生时所有人员的逃生应变能力，借此让所有人于平常时就培养好防灾及紧急逃生的观念。借由这一次的演练，让我们市立的安养中心所有的员工哦，还有所有里面的安置的我们这些长辈哈，都有这一种防灾的意识。那万一有状况的时候啊，他们如何来自救？那公所的部分还有消防队相关的这些任务编组，如何来及时的抢救？这次的演练内容针对地震引发火灾的复合式灾情进行模拟，从人员疏散安置到灭火，全部都实际操演。对此，区长表示，不只是公所人员要清楚了解灾害发生时如何应变，区内的养护场所更加需要有防灾的意识。那经过这样子的训练跟模拟呢，让我更能够掌握住，万一真的发生火警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有经验、有熟练的技术来抢救，好，来抢救我们的老人的安全。我们今天主要是协助那个公所哈办理那个地震防灾演练，教民众怎么那个地震防灾、避难逃生及演练那个火盆那个救火的项目，消那个灭火器救火项目。而经过今天的演练，长兴老人安养中心表示，借由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中心里的照护人员都有更清楚的紧急逃生观念，并对于防灾做好万全的准备。而区长也在演练后代替市长致赠长辈加菜金，希望今天演练的内容备而不用，更祝福中心里的长辈们都能够永远健康乐活。记者许端义、廖品涵3支采访报道。有线电视近年来积极地进行数位化的工程，而应运而生的新服务也像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让电视提升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现在有线电视更是推出了专属好康的服务，在电视的画面中会突然在角落跳出图案，这时候只要按下按钮，这样创新的功能极有可能会大大的改变目前的广告生态与电视节目制作的模式。目前红树林有线电视也推出了抽面包机的活动，只要在荧幕下方看到面包机图案就可以参加抽奖，而且周周都有抽奖的机会。节目进行中，画面下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面包机的图示，这时只要按下遥控器的按钮，就马上就能进入抽奖画面。这是有线电视数位化之后最新的互动功能，在电视画面中跳出图案，按下按钮就可以参加活动，或者是获得更进一步的资讯。伴随这个我们现在有线电视数位化，我们在这个数位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在今年又开发了一些新的与我们收视户的一些互动的价值服务，比如说一些好康的讯息啊，以及一些这个活动有奖征答的一些活动 的功能上。而这样的创新功能极有可能大大改变目前的广告生态与电视节目制作的模式。目前红树林有线电视也推出了抽面包机的活动，只要在荧幕下方看到面包机的图案就可以按钮参加抽奖，而且周周都有抽奖机会。所以我们收视户呢，如果看到这个活动讯息的话，只要按下 OK 进入我们这个活动的讯息的页面，那可能只要答对题目，那留下客户的资料，其实都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抽奖。甚至这些活动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是周周抽，所以这个参加越多的次数的话，其实中奖几率是越高的。而 HBO 也采用了这项新的技术，在招牌影集《冰与火之歌》第4季中，也不时会出现这样的图示，只要点进去就可以参加限量公仔的抽奖。有线电视数位化让电视的互动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民众不妨赶快打开机上盒来体验看看。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4月27号，欢迎大家莅临三芝赏铜践行。台湾大宽屏120枚光纤上网只要888，再享15000元数位家庭好看好玩包免费，有 HomePlay 2年免费用 ，Super MOD 2年免月租，室内 WiFi 免费装，还有1500元购物折价券马上送，快拨0809000258。台湾大宽屏，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淡水国中历史悠久，今天校方也举办了68周年的校庆，而除了许多地方人士前来祝贺之外，包括了古堡家商、庄敬高职等许多学校都派团前来表演并表达祝福。校方也举办了爱心义卖的圆游会，而今年很特别的是，校方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学生，他就是瓜地马拉武官的公子。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在今年3月选择进入学校就读，整个校庆活动相当热闹。现在就透过镜头带你一起来看看。轰隆隆！今天上午淡水国中相当热闹，来自庄敬高职的古艺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而不止于此，就连古堡家商都派出了阵容庞大的啦啦队来表演，希望能够吸引学生们的目光，为接下来的招生做准备。原来今天是淡水国中68周年的校庆，校方也举办了爱心圆游会等活动，要来好好的庆祝。另外配合我们本位的课程做服务学习，办理爱心圆游会，希望透过办理圆游会的一个过程，让同学知道整个准备跟过程跟付出的部分。我们的盈余希望要提拨10%以上来当作我们的校务基金跟爱心基金。今天刚好是68周年的校庆，那也是爱心圆游会。那主要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爱心圆会这个区块里面，就是借由孩子在社摊啊，他们学习付出。而在今天校庆中，又有一群很特别的来宾，他们就是来自瓜地马拉大使馆驻台的武官一家人。因为到台湾工作的关系，看上淡水国中的好环境，武官的公子今年3月也进入了淡水国中来就读。而趁着校庆，其他的家人更趁着这个机会，从瓜地马拉千里迢迢来到台湾学校参观，校方也亲切的接待。因为本学期特别的荣幸哈，我们驻台湾应该是瓜地马拉大使馆驻台湾武官罗佩斯。Mino Lopez 他的小朋友 Mino 也在我们学校就读，从3月初开始来到现在约1个月多月的时间，在学校里面让我们
多一个学习的机会了。欢迎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学校来就读，那就是说希望他的父亲在这段驻华的时间，他的孩子在这上学，好，在我们淡水国中就读，然后一切就是很愉快，然后跟我们的小朋友能打成一片，做一个很好的国际交流，也让我们淡中的孩子可以充分学习到，就是说爱无国界，然后就是我们地球村，然后就是真心付出，跟他们一起融入。谢谢。虽然因为天公不作美，导致校庆运动会被取消，但能够不用上课，摆摊欢乐，学生看起来还是相当开心。而校长也表示，所有的收入都会在扣除相关成本之后捐给学校校务基金及爱心基金，希望能够在欢乐之余也能够教导学生要记得回馈社会。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每年到五月才会盛开的油桐花，今年因为天气回暖的早，各地都提前盛开。而在新北市的三芝区大坑溪畔，有一片从日据时代就开始生长的油桐树林。从前年开始，邮区公所在这里打造桐花步道，将于今年全段落成。而这个周日也将举行赏桐践行的活动，有兴趣的民众千万不要错过。每年到五月才会盛开的油桐花，今年因为天气回暖的早，各地都提前盛开。而除了苗栗赏桐之外，在新北市的三芝区大坑溪畔，有一片从日据时代就开始生长的油桐树林，在前年区公所开始分段落成的桐花步道，于今年即将全段完工。现在大家可以不再需要离开北部去人挤人，来到三芝就可以在舒适的环境欣赏到雪白的油桐花。借由这个活动，那把我们的赏桐步道推销给我们北海岸甚至于全国的乡亲，你如果要赏桐，你不用去人挤人，也不用跑到苗栗，我们北海岸我们的三芝赏桐步道这边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欢迎大家过来。今年新北市政府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桐花季活动，而三芝区则是以赏桐花搭配践行来举行。活动将于本周日4月27号登场，内容除了行政院客委会找来的客家表演团体之外，还邀请到小学生扮演花精灵一同践行，让赏桐活动更添神色。我们学童他们有一些装扮，还有彩街的表演，欢迎大家一起莅临。我们现场有接驳车的接送，那在我们的二号仓库还有我们附近的停车场，我们都有六部的接驳车，我们不定随时都可以来载送我们的参加的民众。区公所这次所举办的践行活动将延续三生步道，连接桐花步道，总长约5公里。当天更贴心的加派赏桐专车于二号仓库接驳来赏桐的民众，平日也会有免费的巴士可以搭乘，这也让想要欣赏桐花又不想要人挤人的民众多了一个便利的好选择。记者许端义、廖品涵三支采访报道。春天是百花齐放的季节，而民众现在来到北海岸，沿着台二线随处的山坡上就可以看到整片的野生百合，相当的美丽。而民众看到洁白的百合花可别动手攀折，因为这可是政府与民间经历了10多年所富裕的成果，如果任意采摘花木可是会受到15000元的罚款。民众现在来到北海岸，想要欣赏台湾百合绽放在山海之间，这个时节正是时候。近年来，从石门区白沙湾林山滨海岸一直延伸到金山区的石头山，都可以看到政府结合民间力量大面积的富裕成果。而在北海岸这个百合花的原乡，沿着台二线在随处的山坡就可以看到整片的野生百合，相当美丽。那目前在4月底也都已经陆续开放了，那比较大面积的花海主要集中在林山鼻、白沙湾、富贵角还有石头山。那其实如果各位来到北海岸的话，在一般山壁啦那边也都可以仔细观察，都可以看到百合花的踪影。那目前花期一直会到5月中旬左右，那如果最近有天气好的话，欢迎大家来北海岸赏百合。北关处表示，百合花的花期大致上都在春天到夏季，而为了营造在地的景观特色与魅力，北关处持续的富裕北海岸在地原生植物台湾百合，也已经历了10年之久，为的就是要让白色的百合花开满整片山坡，形成美丽的自然景致。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富贵角目前那个绿石草也是值得观赏的气候的季节。那目前如果游客各位旅客想要来这边观察绿石草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查那个潮汐的变化，以退潮的时候来观赏绿石草的部分是
最完整的。北关处表示，现在要赏花的最佳地点就是在白沙湾林三鼻，还有富贵角灯塔步道。而除了百合花，民众也可以到老梅看绿石槽，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时候。对此，在风景管理处的网站上还有潮汐时间表，让民众能够掌握退潮的时机。游客不妨可以趁着周休假期来一趟北海岸赏花看石槽的知性之旅。记者廖品涵、许端义，北海岸综合报道。淡水自古就是台湾的文化重镇，也曾经出过许多知名的文人画家。而为了要纪念其中新北市最著名的文学家王昶雄，第一届的淡水文学节也在今天正式开幕。以王昶雄作为主题，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底，将会有许多精彩的文学活动登场。而在今天的记者会中，也有淡水文化界的前辈表示，他们年轻的时候举办文化的活动，曾经受到王昶雄很大的资助，因此他们也很肯定有年轻人举办这样子的活动，他们也会传承王昶雄留下的精神，一起来共襄盛举。优美的旋律响起，这首由王昶雄先生作词的《温娜帕奎心来蒙》。而今天的演唱者就是淡水的闽南语女诗人王昭华，今天上午在重庆街举办了淡水第一届文学节的记者会，宣布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淡水会有一连串关于文学阅读的活动。隔壁就是王昶雄的故居嘛，所以我就稍微去翻阅了一下他的资料，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是可以来试试看，能够用文学这样的东西来带出这个，第一个是文学地景，然后第二个是说，推动，应该是说透由阅读让大家更去了解地方的事情，这样子，那也是，就是提供一个另外一种选择，你来游淡水的时候，它是可以比较跟你自己对话的，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取名叫做思路。王昶雄是新北市最重要的作家，而他一生的创作都是以淡水为灵感。也因此，这次的淡水文学节也以王昶雄作为主题。而淡水文化界的前辈谢德喜也表示，他们年轻时候所举办的文化活动，曾经受过王昶雄很大的资助帮忙，因此他们也很肯定年轻人举办这样的活动，他们也会传承王昶雄留下来的精神，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我们早期的30多年前，在那个公平街办那个互为文教促进会的时代里面，真的就是他来每次来都要大手笔捐款给我们用，所以我觉得说他这种听秀。我们少年的这种精神，我们是应该传承下去的。所以，我们这一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是应该要秉承了这些老先生们的棒子，哦，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年轻人如何来接棒。主办单位表示，活动从3月15号开始举办字句巷弄的短文甄选，后续还会有许多讲座、展览以及市集等活动。而在这个周六下午2点，在真理大学牛津学堂也将会举办王昶雄的纪念座谈会，有兴趣的民众可千万别错过。记者陈柏伟淡水采访报道。新北市政府与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在市府一楼举办陶瓷国际链接采购会，行销莺歌精致的陶瓷文创商品，共吸引11家国际知名买主前来采购。市长朱立伦表示，扶植传统产业就是要有政府作为后盾，协助企业积极走出去，把商机带进来。在这场记者会上，市长朱立伦表示，莺歌是台湾最重要的陶瓷发展重镇，今天举办这场采购会，就是政府与传统产业合作，一起行销创新商品，提供重要贸易发展的机会以及场合。台湾的陶瓷产业最大的重镇，莺歌的这些最优良的产品能够介绍给这些国际的买家，甚至有一些网络的买家，那我相信一定可以为我们这些传统产业未来的升级跟市场的拓展，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成果。外贸协会表示，这次采购会共邀请来自美、加、法、英、德、荷兰、大陆等共11家知名的通货商、企业集团等主要买家，以及多家网络买家。在卖方方面，有莺歌等国内34家陶瓷厂商与会，阵容坚强。然后他们除了这次来对我们台湾高端的这个陶瓷产品的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在他们未来也自设这个陶瓷产品的专卖店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些买主还有包括我们大润发的飞牛网集团在电商集团里面，大家都是可以透过这个样子的管道来销售产品。那我们新北市就是不断的推动传统产业的创新，那除了让他们创新以外，现在也结合市场，让创新的成果跟市场结合在一起，一定可以推动更多新的商机。
经贸局表示，这一次采购会最大的亮点就是由英歌陶瓷大师黄振南所创作的博仪瓷碗，厚度仅0.05公厘，薄如纸片，堪称全世界最薄的碗。其他还有不少作品，例如参展获奖的文创陶瓷作品、日常生活器皿、艺品、伴手礼以及建筑陶瓷等等。这场采购会共办理100余场的一对一洽谈会，初估可以为英歌陶瓷业者带进近1亿元的商机。记者冯翔四五常报道。各位新北市的观众朋友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上午、有一些下雨的天气情况、天气可能不是很稳定，但是在今天下午开始慢慢雨量就会逐渐减少，雨势也会逐渐缓和，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一直到礼拜六甚至到礼拜天的上半天天气可能都还是不错，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但是礼拜天的晚上开始就有锋面云系南下了。首先有几点天气的重点提示、提供给大家，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雨势就会逐渐缓和下来，但是今天下午、会有一些机会可以见到阳光，不过要提醒大家不要期待太高，因为云量还是比较偏多、这个阳光可能是从云缝中透出来的、不算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明后两天天气还会更稳定，但是要留意有些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礼拜天的傍晚开始将会有一波锋面云系南下，而且这波锋面的这个水系量比较足够、要提醒大家注意可能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我们台湾今天的雨量正在逐渐的减少当中，主要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南方的冷暖空气交界、主要云系的地点、正在逐渐往北边移动当中。因为这两天、南风比较明显的增强，把这条云系逐渐往北边推进，所以今天我们台湾的云量正在逐渐减少。那么预估明后两天会有比较类似的天气，都是比较晴朗稳定一点点、不过云量还是会有点偏多。另外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就是这两天南风比较增强，这个南风会带来高温高湿的空气，容易在我们山区形成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新北市地区，几乎整个新北市都有下雨的机会，尤其在三峡、乌来、新店、贡寮、石门、金山、万里、今天都有些短暂阵雨，不过在下午开始雨势就会逐渐缓和了。明天的话天气、会比较稳定一点，虽然说雨量还是比较偏多，到下午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些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机会，尤其在石门、金山、万里、瑞芳、贡寮还有咱们偏南部的山区，像三峡、新店、乌来这附近也是要特别小心。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要特别记得携带雨具了。礼拜天白天、跟天的天气会跟礼拜六比较类似，但是到礼拜天的下半天开始，尤其是、中午过后一直到傍晚、就会受到锋面前面云系的影响，天气会慢慢 有一些转变。那么锋面到的时间大约是傍晚左右，所以我们整个新北市都会受到锋面云系的影响，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比较这个局部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如果说在礼拜天的傍晚开始有重要户外活动的话，要特别小心这个下雨的情况。在外一个礼拜的天气，我们可以看到礼拜六之前天气、是比较稳定一些，都是可以从云缝中见到阳光，但是要特别注意午后短暂阵雨。礼拜天到礼拜一降雨几率会比较升高，主要是受到锋面云系的影响，尤其礼拜天的傍晚开始一直到礼拜一的上半天。礼拜二一直到礼拜四，因为受到锋面云系、比较明显快速通过的影响，所以天气又会逐渐转晴了。温度的部分，礼拜天之前都比较温暖，清晨低温大约是21到23度，中午高温大约是27到28度。礼拜一开始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因为锋面云系通过之后，在背后、在锋面的后面还有
比较明显的这个东北风南下会把北方的冷空气给带下来，所以早晚会比较偏凉，预估低温只有20度左右，在中午高温也不太高，大约是24到26度。礼拜三开始到礼拜四，随着冷空气减缓之后，温度才会逐渐回升，低温大约22度左右，中午高温可以来到27到28度。那么明后两天天气还算是不错，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不过凉凉的，很适合出游，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土城来参加我们2014年的新北客家同花季同学会，有相当精彩的活动，像可以看到这个萤火虫灰金沟的这个飨宴，可以夜间赏萤。另外的话就是有我们同花公园的圣诞解说，活动非常的精彩，请大家不要错过。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北市气象，我们明天再见。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我是廖品涵，祝你一切顺心。红树林新闻，我们明天再会。
You guys drive me crazy. 每周六及周日晚间时段，数位 HBO 电影组带给您最热门的好莱坞强档影片。Yes。现在订购数位 HBO 电影组，就有机会获得 HBO 独家赠品，数量有限，敬请把握。